迎收看超级狂新闻，我是主播谷佩璇。近日网络疯传史上最狂演唱会，当天嘉宾不止邀请到天王天后等级，更大的亮点竟然是我们圣主卢大哥在现场大展歌喉，带您快来欣赏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玲珑剔透心，究竟今晚邀请到什么咖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抱君君，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，一种心脏的狂跳，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，拼凑成天一阵风雨，大风吹吹，什么保护我，保护你，保护心。下一位，看着他自成一只歇斯底里，随便他双人床上 solo 抽泣，让我欢迎我最好的朋友陈琳。如果能重来，我要陈琳吧。等一下，我是叫陈琳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等一下，盛大哥，我刚看到你一度想要跟我合唱，那我们来唱暧昧好不好？抱歉，我不太会唱歌，但是我会唱一首歌而已。我爱台妹，台妹爱我，对我来说林志玲又算什么呢？谢谢收看超级演唱会948794狂第五名，谷佩璇曾被爆料与女神郭雪芙相似度90%，阿不就好棒棒，红鲤鱼与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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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鲤鱼，谢谢大家。